不是国行买不起，而是港版更有性价比。喜欢港版的懂的都懂啊，这是港版的，没有毫米波，自带卡槽，15PM 512G Z 港版的，全一机未激活的，512G 8000多，这还是很香的，颜色齐全。哇，姐姐把四个颜色都给我找出来了，颜色齐全。5PM 512G 未激活的，双卡双待的，国行现在是9580，四个颜色基本差不多，9570、9580，这个拿货8100，颜色很漂亮，现在有的选啊，颜色漂亮。颜色不加钱吗？不加钱吧，姐。这个加100，单超加100，这两个不加钱。啊，这两个8100，这两个8200。OK OK。拿四个就不用加钱。拿四个颜色就不用加钱。有谁能买四台的？过来不加钱。同样是15PM 512G，双卡双待的，国行的原封是9580拿货，就是与深圳这边远红出货9580，而这个拿货是8100，颜色白色是8200。如果是你选的话，中间1400的差价，你会选哪个呢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这样，拜拜。